飞到提升行政的效率，发展市公所成立的行通判公室，由市长带领一级的主管来直接接收民众的陈情，涵盖六十地发展的东西南北各三一地点，听起来同民众解决问题，而民众对政府的施政有感觉。因为实际可以太好门口，虽然传统做下放风扇，后生的奥托拜还是青菜乱变，影响交通，最近镇内直接发生车祸。我认为这边学校这附近的停车空间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常会造成很多校内人士或者是其他同学来违停这边的红线。好，然而这样子违停红线的话，我们行人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，所以我们行人会被逼迫走在马路上，而汽车他们就只能压迫在对向的车道，所以我们车祸常常就因为这样子而发生。帮同学同学教还有警察单位反正几十年做下无改善，但那些前发展市公所的行通判公室今年来退休，市公所没进行我通知学校同交通处退休处理。禁止行驶路，禁止开路此段哈，禁止行驶该路段这样子，可以。还有那个弯道要画红线。苏北将成立的行通判公室，协同多民众来清情，有农地开发淹水等等问题，其中牵动的系统交通有关。市公所讲，成立行通判公室，就是要直接面对民众解决问题。我们也会在市场，选择在市场，让民众可以直接面对面来接触。那么也欢迎所有的乡亲都能够直接把他们所生活上遇到的困难，或者是没办法解决的，那统一反映给市公所。发展市公所讲，民众遇到问题，直接唔调前内单位，但卖市公所是通知来对外单位，希望是解决到解决了的问题。台湾新闻总发现，发展报道。